如果异性融入了人类社会会怎样？国外的 AI 给出了答案，并且还绘制出了照片。第一张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异性还在睡懒觉，床前还摆放着一只闹钟，感觉他随时准备起床去上班。这是第二张照片，异性已经起床了，在卫生间整理仪容仪表，刷刷牙，洗洗脸什么的，没看出来还是一只爱干净的异性。这一张是异性在公交站等公交车去上班，下这么大的雨也不知道他冷不冷啊。这一张是异性坐上了公交车，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座位还有人类，说明异性已经融入到了人类的生活中。不过话说，异性能不能不要随时都流口水啊，看着怪恶心的说。这一张是异性来到公司工作，看电脑里面的内容应该是在做一份工作总结报告。然后这一张是异性在公司开会，看得出来异性工作还是蛮努力的，就是不知道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。这一张是异性下班了，异性提着自己的文件包下班了，结束了打工人的一天。然后异性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来到了酒吧，他点了一杯啤酒，细细的品味人类社会的生活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异性不胜酒力，把自己给喝醉了，睡倒在地。看样子异性的酒量是真不行，路过的两个人类好心将他扶起，结果喝醉的异性不识好歹，耍起了酒疯。人类也没办法，直接报警，让警察叔叔把异性给逮了起来。所以就算异性融入了人类社会，也得遵纪守法呀。